今天的工作就是来拍欧莱曼的新一季的广告。我是在海边，然后是在拍骑摩托艇的这个景色。看着我好像很热，是夏天的样子，其实现在是冬天，很刺激，当然很冷。因为我没想到会掉到水下嘛，掉下去的时候我就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一眼那个船会不会翻，我就看那个船冲着我就直接翻下来了。看再来一次吧，再来一次吧。